全部马匹准备妥当第八场三班千四米的赛事，立即展开角逐准备。一开闸的时候，佳运宝慢闸，贝连利慢闸，前面快的马，中间赤龙区。再见到中档仲有飞来马、龙城福将，出面穿罗首区，喺埋边粉龙衫咧，仲有呢只勇敢福星啊，内栏神圣火炬，中间黑衫黑帽咧，咁啊仲见到精壮神骏啦，再后边有领航大师，出面粉红帽白衫啊英才啊，好多少个马匹啦，先见到有肇庆威威、海南一号啊，尾三佳运宝，咁啊尾二姜饼人暂时包尾咧就嗰匹贝连利嚟噶。好啦，接近呢个香港太和苑湾啦，前面带头嘅马系呢只赤龙区啊，第二位川河首区啊，再见到第三位嘅马内栏有呢只龙城福将啊，紫色衫啦，拍住佢咧就飞来猛，咁啊再后边嘅马内栏咧就神圣火炬啊黄衫啦，黑衫黑帽咧仲见到有精壮神骏，最后边勇敢福星，外边见嘅你英才，咁啊再后多少嘅马匹先见到海南一号佳运宝啊、肇庆威威啊、博内栏咧就系白衫红帽嗰只贝连利噶。好啦，入直路咁滞啦，赤龙区占先咗马颈位，入嚟川河首区逼近啲中间，飞来猛追紧上嚟噶啦，再喺入边嘅位置仲有龙城福将啊，中档打冲锋啊，精壮神骏，后啲先见到英才嗰啲马斗到嚟最后二百零米啦，飞来猛喺中间斗紧埋边川河首区，咁啊见到中档神圣火炬上紧，出边英才亦都追紧，最后一百米飞来猛斗紧川河首区，外边嘣嘣追上嚟就系英才，接近终点第一名，英才赢啊，第二名要影相有飞来。台晚同埋川河首区，咁啊结果呢只英才咧，其实真系都挞得好迟啊只马，咁啊喺中档追上嚟就应该赢出呢场赛事啊，但系第二名都好接近噶，飞来猛同埋川河首区压上压落啊，英才追到啦呢一次，保唔保到条大热 Q 咧？飞来猛压入边嗰只咧，好似就得啦，应该得啦，系啦，冇得嗌啦，川河首区第三。神圣火炬就第四嘅，啊入到正要几次啊呢一队，都有啲惊风散啊，唔系啊，我话系咁啊，只一啊嘛，即系讲大二 Q 三十六蚊啦，系啊，廿六蚊面，其实系只一难噶咋，你睇翻一搭十三啊，搭十二嗰啲 Q 位置 Q 都唔好分噶，廿几倍啊，如果一十三。好好分啊！一十二都有廿六倍啊！位置 Q 就得九啊几蚊嘅啫，位置 Q 都好啦。我一路都有。第二名张相啦，喺个反镜度就会睇得好清楚啦。立咗落去嘅就系飞来猛，英才上嚟三班，一再遇到啲唔系咁好嘅形势。哇！不过一搭十三嗰条位置 Q 搞掂咗咯，巨额过关。九啊几蚊嘅啫，而家睇下几有几多先。哇，六十個半添啊，得翻睇低預計派彩跑第一名十二號嘅英才啊，獨人派二十六蚊，位置派十一蚊；跑第二名係十三號嘅飛來猛，位置派十三蚊；跑第三名一號川河首區，位置派五十五蚊。連贏位十二搭十三派三十六個半，三紅彩十二號、十三號、一號派一千零五十四蚊，單貼派二百五十一蚊。位置 Q 十二搭十三派二十蚊正，一搭十二啊，仲熱啲添，仲冷啲添啊，一百一十六個半，一搭十三派六十蚊五毫。跑第四名係七號嘅神聖火炬。你睇赔率就，你睇个位置十三就冷少少嘅，睇睇四连马先三百八十四蚊，四重彩系六千二百零九蚊。不过正如子健讲咯，都有一个系巨额嘅过关位置 Q 喺度，所以咧都唔好分。正 Q 俾佢过都仲得掂啊，廿几倍，成一成真系不得了啊！初期系九啊几蚊噶嘛，系啊，后屘回翻到廿几倍啊，系啊，但系位置 Q 就一路热咯。位置 Q 就原先有九啊几蚊，跟住落到而家六啊六十蚊五毫开跑。唔系噶，位置 Q 个人均得三啊一蚊嘅啫。系啊，你睇咗正 Q 啊，嗰个系，你以为系位置 Q 啊？唔系，我系可能我投住个，我拣。你今朝买嗰时啊？一百十三系九啊几蚊嘅。啊！热烈祝贺翻十二号嘅英才啦，马主获得六十万元嘅香港国际马匹拍卖会嘅新马奖金。就係如果你唔投注嘅話，就分九倍嘅。哦，原來係咁啊！咁大，唔係我啊，講緊你啊 ，Key。你係你投注嗰陣啊嘛？係啊，咪咯，我就聽玩咁大。你未投注嗰陣時係九倍嘅，梗係唔係啊？好啦，咁莫亞可以跑得啊，呢個好緊要。係啊，董事宣布咗啦，莫亞可以騎嘅。而騎師王嘅預計賽果咧就一號嘅莫雷拉五十四分封王噶，因為到咗都要喺佢 way out 嘅時候到咗馬場先至得啦，亦都正嘅 OK 啦。風塵仆仆就係呢啲啊，趕飛機趕到一 delay 就兩隻馬都跑唔到之前，好在趕得到跑呢場
重头戏。川河首驱其实佢嘅部署手法有啲似啊勇敢诶嗰只福嗰只福星惯性风声，同埋仲有剑飞星又系咁样噶。剑飞星佢输两场系制遇唔好啫嘛，咁跟住然之后佢都喺三班执翻场嘅，咁所以即系呢啲系捉佢嗰个部署手法咯。咁而家输少少咯，买。好啦，咁啊准备睇呢个巡逻影片啦。一起步的时候，哇！嗰只佳运宝直情跳起九楼咁高落翻嚟啊！咁啊，另外贝连利都系慢闸嘅。前面走嘅咧，我哋见到开面啦，有只川河首驱啦，咁啊拍住嗰只赤龙驹都上咗嚟嘅。咁一路望入边噶啦，睇有冇得摄噶啦。见到就系飞来晚啦、龙城福将啦，入边系神圣火炬啦，然之后勇敢福星、精壮神骏，阵间就会落咗单喺个三搭嚟嘅。喺佢后边就系英才粉红帽啊，咁啊入边就系领航嗰只就系大师大师嚟嘅系啊。咁啊最后啲系肇庆威威啦，咁啊海南一号，跟住就见翻佳运宝上翻嚟啊。姜饼人走都唔走咧，后边啊同埋贝连利。贝连利就一出闸就立心缩啦，睇下有冇得追啦，都冇头先镜头都冇留意佢添。其他精壮神骏好似又望空咗喎，望空咗啊！因为嗰只神圣火佢一路都一踏半咁样入去咁啊嘛，顶佢出去啦！佢帮嗰只英才咯，挡一挡，形势系稍为不利嘅，咁啊，但系又系好多呢啲啊，你一转路程咧，你系冇好啲就唔同啲啊，今日都输咗好多只呢啲马，但我当就佳运宝，贝连利都系跟马群嘅喎，但系打落去又唔系话真系好劲。嗰只咯，海南一号今日追，反而肇庆威威被捐翻上嚟，少少阻啦，神圣火炬。复榜完毕啦，派彩作实。位置 Q 十二搭十三派二十蚊，一搭十二派一百一十六个半，一搭十三派六十蚊五毫。四连晚派384蚊，打四重彩啦，派6209蚊。睇下孖宝啊，七场一百场十二重正派35蚊，七场一百场十三，安慰奖派10蚊5毫。骑师王嘅最后赛果又系你啦，一号嘅莫雷拉54分大热蜂王，未跑重头戏啊，收钱咯。仲有两场添啊！睇下個分段時間啦，13秒59、22秒19、23秒62、末段23秒13，總時間1分22秒53。